这个画人物画非常难。那么先要这个把这个人物的这个大的这个基本形态抓住了。这个基本的动态、基本的比例、位置，要非常精确的把它抓住。这样的话有个整体的这个关系，那么才能够，开始落墨。现在这个落墨呢，可以先从眼睛开始。这个两个眼睛要这个对照了去画，因为眼睛它是两个眼睛，它是一个统一体。如果你把它统一了去对照了去画，尤其是在表现这个眼神的时候，它能够，它神气就统一起来了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呢，上墨的时候。这个一开始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个线勾死了。还是要把这个大的这个形的关系，先把它确定掉。那么怎么才能不勾死呢？就是你要从这个它的把这个它这个面的这个转折点。把它定下来，尽管是个很小的眼睛，我们也是要求直线造型。直线造型就是说，你要根据它这个转折，一个转折一个面的这个规律去画。很多人画人物，尤其画眼睛，一根线勾下去是圆乎乎的，哈。这个圆乎乎的勾出来这个眼睛啊，它缺乏一种体积感。这个最焦的墨也不要一下子都表现出去画，这一步一步去画。还有一个眼睛是人的这个神态的一个。最主要的眼这个位置地方，这个器官吧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肖像画要传神以形写神，这个眼神是第一位的，最要害的，所以要十分重视。这个眼神的表现，眼睛画好了，这个人的80%以上就成功了。那么，这个在表现这个眼珠子啊，这个眼睛的各个部位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要把重点放在这个。眼神态的表达上，